对于6个月内以内有2次，或者是1年以内有3次以上的，反复发作的老年女性的泌尿道感染，可以采取一些低剂量的，或者叫小剂量的抗生素治疗，比如说每周口服3次抗菌素，或者是每周3次睡前服一低剂量的抗菌素，比如说一些氟喹的同类的药物。环命杀星啊，氧氟杀星这些药物，只吃一片，只吃它最低的那个剂量，那么